滑梯最后一滴，滑梯最后一滴。好，我们再起来。好，好，滑梯最后一滴。哎，那个没有关系，我们还会来。哎，好，来，下一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，是我写给我未来的女朋友的，又是未来的女朋友。这首歌今天写给未来的女朋友，很好。哦，没有，这首歌写给大家，这首歌很重要，就是怎么样，你起床你要刷牙，然后吃完中餐你要刷牙，睡觉前你要刷牙，然后没有刷牙的话你会蛀牙，蛀牙的话你就很痛，然后很痛的话你就去看医生，然后医生就说你怎么没刷牙，然后你就会说那时候我没有刷牙，你这首歌放着我就给他听，这首歌叫做牙刷刷刷牙来了，为什么牙刷刷刷牙不要我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哎，好，刷刷牙这首歌我写我很厉害，虽然是有点大，有点大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好来。好累，来，下一首歌，杨超超的杨，之前我先小明，拜托你先开一个。